看看你有没有本事把我们峨眉剑法也学会。郑灭绝是杀我爹的仇人，但今日我绝不能伤他，否则化解不了双方恩怨，我该怎么办？就算你不用兵器，我都不会放过你。灭绝掌门，请赐教。不管你用什么兵器，都敌不过师父的倚天剑。多嘴，就你。